你狂文塔自己被动了，这个线收回来慢慢吃吧。这炮车怎么办？尽量别漏。这被抬到，还好，故意给距离，故意给距离，但是阿乐不上当。这里移到了，下出闪现。哎，还好，三级压力好大呀。这阿乐丢五了，不敢给一点机会啊，压力很大。压力太大了。 乌兹要吃线，乌兹，但是现在塔下得吃完线才能靠，打架可以打吗？皮皮盖的是没闪的。W6，这边皮皮盖到底？带走皮皮盖，死了，没问题。哎，被盯住了，但是是田野的双杀，有点可惜，稍微分一个头就好了。也行。 零六个吗？<笑>有儿子探应该不会死，差不多了，够了。差不多了，求你们了，在干嘛呢都？能够了，有点明显了，这皮皮嘎的，明显的想留你了。大爷在拿先锋，下路怎么在 A 塔？但是没口到六了，到六了，余震能不能触发？闪出来，闪不出来，还死了。 哎，一个杀不掉，能杀不？能杀，一打三了。能挂吗？哎，挨不出去。哎，被小兵卡位了。哦，还是给机会了。给机会了，来了，两个人坐过来坐我旁边来，干嘛呢都？对方是拿先锋，你们下路这一直能塔呢？完了，被掰到脸上了。完了，必死无疑。 哎呦，挨不到火，必死无疑。砸完兵，下路继续给压，持续给压。直接捆，敢动手吗？一套秒掉，没问题。还要打吗？还不走吗？但是三坤没大招，三坤没大招。往前走，完了都要死。两个都死了。哎呀，这位置杀完第一个往右走啊。秒掉就走就好了吗？像是还行，有没有大这位置都走不掉了。哎，风风要闪了，必交这个闪。赵礼杰应该是要找闪现过来还是死？被两个链子链的走不动路了，给机会了。那这边。 哎呦，没往下走啊，想乱掉，还没发现，还没发现，还没发现。三坤过去了，赵礼杰来的慢啊，又帮打了这一下，走了呀，走了呀，还不走呀？打到底，打到底，人没到怎么办呢？咬住，但是没用。哎，没W 中，但是也能杀，可以，慢慢打。哎呦，立功了。 先打小龙，先打小龙。哎呦，这还真是个打赢啊！这也行啊，小奶油又给机会了，没问题。那只能让Fofo来poke了，多蹭几下不急。慢慢蹭，慢慢玩。乌兹不能再落下。哎呦，没血了，Fofo。人没见到三分之一，没了。完了，虚空锁地空了，小心开团，皮皮嘎的。哎，这暴刀要秒掉。 小奶油又站了出来，乌兹负一作用出来了 ，A 的巨快，赢了，不是，又是他，小奶油，又不是你啊，小奶油，你这飞了，这飞了S14去了，今天的庆功宴必须得有小奶油，我操，不行，还不敢动筷的，一过来EDG没人敢吃饭。 大龙直接拿下，乌兹应该是负一的，大龙很快。你说点什么菜，咱们就点什么菜。想吃什么就点什么。哎，喜欢调皮被捆到直接死，就是为了抓你要接。这大树选出来，还能等 buff， 没问题，五个人都有 buff。 这要飞到S14去了。 这敢双踩的，你 A 一下差不多了。双踩大根直接缠住再接爆，给乌兹被动，乌兹直接启动。
这个阵容，哎呦，卡平 A 了，被秒一个，多 A 一下，平 A 了有点可惜，不能死啊！关 C 得一直输出的这个阵容，打一波是打不过的，没伤害现在。欧麦季吃到了小龙，唯一的好消息。水银鞋，然后第三季准备女妖，纯没伤害，只想扑克。没伤害了呀，小奶油怎么水？两边双 C 都在，哎，直接飞，没闪的，直接带走。哎呀，要倒了，欧麦季。五支三件，上路这波线最后一波，想开团吗？欧麦季，对不了、啊，就这波线了。一得罪而活了，这波线不开没机会了。但是没闪的 PP 卡的 ，OK 被推走一个 Q， 双 C 都活着，这样溃败了呀，没有一点伤害。一波了，进，一波了，吸了 OMG， 欧麦季太可惜了，一飞飞到 S 十四了。没事，小奶油 S 十四等你回来。记了呀，一波了呀，只剩小奶油有大龙 buff， 你想清线比登天还困难啊！哎，哎呦，这个爆卡！喂，拆快点 ，OK， 没死。还是 B 哥弗莱啊！一个技拿下了胜利。哎呀，卡莎有救 C 啊！嗯，这把都没力，太可惜了。佛哥这把都没发力，还是那一波，小奶油给机会，物资直接启动，只能说给大机会。哎呀，好难受啊！欧麦基太可惜了，门票